放进来的时候，记得底座的这只卡钩是卡在木板的中间这一片，所以你在放的时候，这个卡钩是在木板的右侧边这个位置。然后放进来，然后压下去，这样就勾住了。确认里面，这卡钩是卡在木板上。底座组装好后，背部插上电源线，然后左侧这一颗为开关，我们把开关打开，这个洞为插卡，插了卡之后，它就播放卡里面的歌。卡取出的时候，它则播放内建歌曲。若要恢复成手摇时，把小齿轮拆下。小齿轮拆下后，即可恢复成手摇。